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720班的代表同学黄玉兴，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三好校园气质优秀选拔比赛。我的兴趣是帮助别人，当我遇到有困难的人，我会勇于帮助他们。我曾参加过慈济基金会所举办的扶助老人活动，这让我更了解了帮助别人的重要。我的座右铭是：讲出来就好。我的座右铭是：机会是都给准备好的人，想要成功就必须做好准备。OK。